在当今世界文坛，如果想要找一位最有个性的作家，今年恰好60岁的 Jeanette Winterson 一定是一位绕不开的人物。她被称为当今英国文坛最出色也最具争议的女作家，而她的身上最为明显的两个标签就是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者。她16岁的时候因为爱上了一个女孩而与家庭决裂，靠自己打工考上了牛津大学。25岁就凭借半自传体小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一炮成名。成名之后呢，他曾经和小说家朱莉安·巴恩斯的妻子陷入热恋，后者甚至为他私奔过。他也曾经因为一段恋情而抑郁，甚至试图自杀。他是当代很难得的那种仍然能够把一生过成传奇的人。但是在这看似离经叛道的经历背后，他最为重要的身份仍然是写作者，而且是一个天才的、激烈的、独一无二的写作者。正如珍妮特自己所说的，我不是一个喜欢写作的同性恋，而是一个恰巧喜欢女人的作家。说到这儿，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好奇，是怎样的成长经历能够造就温特森这样锋利的性格呢？从他的文字当中，我们也能够清晰地体会到这种锋利。写作是他存在的一种方式，只有依靠写作，他才得以面对自己，获得成长。温特森就是那种不写就会死的人。所以，阅读温特森，你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到来自生命最深处的一种欲望与激情，一种强烈的想要活出自我的渴望。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温特森的这本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在这本书中，温特森用惊人的感受力和洞察力描摹了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体验到的，但是又很难能够表达出来的那种挣扎、激动与恐惧。这本书也许不会教会你我如何发现自我、获得成长，因为那是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摸索的事情，但是这本书仍然可以告诉我们成长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也会提醒你发现自我的道路会面对怎样的不安和痛苦，它会在你绝望的时候给你一点永远无法被浇灭的希望。但是如果你在阅读之前预期这是一本很痛快、很鸡汤的成长小说，或者以为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少女出柜的故事，那么相信你一定会在阅读中陷入迷茫的。因为实际上这是一本挺难读的小说，因为温特森的写作没有任何套路可循，完完全全是他自己的风格。他说他从不相信那种有着完整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故事，因为生活从来都不是那样的。他也并没有那么在乎读者，而是只跟随着自己的感受去写作，去捕捉那属于他自己的语言。而我想，温特森也完全可以作为一盏灯塔，让你也真正的发现自己的感受，找到自己的语言。好了，现在就让我们进入《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这本书的故事吧。这本书呢，是以主人公珍妮特的童年经历作为主线的，其中穿插了许多珍妮特自编的童话、寓言故事、传奇故事和圣经故事等。那这些真实和虚构的故事就共同交织出珍妮特成长过程当中的内心震动。首先，大家一定好奇的是，为什么这本书有一个这么好玩的名字呢？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在珍妮特的成长岁月里，她最常听到的就是养母温特森太太说的一句话，来吃个橘子。每一次呢，当珍妮特对自己的生活产生某种不解和疑惑，想要跟母亲沟通的时候，母亲就总会顾左右而言他，拿出一个橘子来搪塞他。实际上，这里的橘子代表的就是一种强制的规范，一种陈旧但又无法打破的生活，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立。珍妮特的母亲实际上是他的养母温特森太太，
是一个虔诚的禁欲的基督教教徒，他用宗教戒律与各种圣经格言统治着一家人。五六个月大的时候，珍妮特就被温特森太太从孤儿院收养了，而温特森太太呢，却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于教会，她厌恶现实世界，家庭生活中的唯一内容也就是传教。那她之所以要领养珍妮特，为的就是要效仿圣母玛利亚以处女之身生下基督耶稣，所以她不愿意自己生孩子，而是选择了领养。所以珍妮特从小就被告知自己是上帝送来的小孩。要注意，这样的家庭环境就是珍妮特生命一切成就与痛苦的根源。这里呢，我们就会产生两个疑问。第一，为什么故事里的温德森太太会对人世有着如此强烈的厌恶呢？第二，这样的家庭环境究竟会塑造珍妮特怎样的性格呢？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问题。小说呢是以珍妮特的视角展开的，其实我们并不完全了解温特森太太的内心世界。我想这也是因为写这本书的时候温特森还很年轻，他不太能够真正的理解母亲的痛苦，这要等到他也到了母亲的那个年纪才会有更加深刻的感悟。那这些感悟我们会留到下集再为大家讲述。而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这本书中，其实有一个细节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温德森太太为了劝导珍妮特不要谈恋爱，曾经讲过自己年轻时的一段感情。那时候她还没有信仰上帝，在巴黎工作，性格任性而要强。有一天呢，她在河畔散步时遇到了一个年轻人皮埃尔，两个人就聊起了天。皮埃尔称赞她是自己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和皮埃尔在一起的每一刻，温德森太太都能够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她头脑发昏，心一直砰砰跳，觉得这就是爱情。不久之后，她就答应了皮埃尔的求婚。但是因为过度焦虑，温德森太太去医院看了医生，医生给了她一个既好笑又致命的回复。医生说，你大可以坠入爱河，但你也得了胃溃疡。所以呢，原来温太太那时在恋爱当中感受到的那种激动与不安，竟然是因为一场胃溃疡。那么吃完药之后，温特森太太发现自己对皮埃尔竟然完全没有了感觉，于是她就选择一刀两断。这段经历被温特森太太当成一段难以启齿的教训，她后来就对青春期的珍妮特说，所以你得当心，你以为是心里的事儿，也说不定是在别的器官里。你看，温特森太太对内心和感情的这种不信任从这里就可见端倪。他否定了所有的过去，把感情当成一种欺骗和邪恶，把所有的痛苦都当成是需要驱逐的魔鬼，一种不需要的体验，而只需要去克服的东西。所以呢，在温特森的一家里，从来都不存在夫妻生活，只有共同的精神信仰。甚至温特森太太和丈夫的睡觉时间都完全不一样。温特森太太每天干活到凌晨四点钟才肯睡觉，而她的丈夫每天凌晨五点钟就要起床去工厂上班了。那么就这样，温特森太太用信仰覆盖了她的生活。有这样的一个母亲，会对年幼的珍妮特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首先，珍妮特从来都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过真正的关心，他可以说更像是母亲体验神性的一个工具。有一次，珍妮特因为淋巴腺发炎，耳朵突然听不见了，但是他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于是呢，就在一张字条上面写道，母亲，世界非常安静。那么大家可以猜测一下，温特森太太看到了自己的女儿写了这样的一张字条之后的表现是什么呢？
哎，他竟然无动于衷，他甚至觉得这是神灵在显迹，而温特森听不见就是因为他的灵魂出窍了。这是多么荒谬的一个母亲啊！但是珍妮特居然就这样笼着生活了三个月，没有任何人觉得他的不对劲。那么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出，珍妮特真正的自我从来都没有得到关注过。但是另一方面呢，珍妮特也从母亲的身上获得了一种自信与安定，因为母亲的一言一行都是那样的笃定和坚决。珍妮特从小每天都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基督教的故事和神迹，这些故事又渐渐内化在他的心里，成为了他思考世界和自我的一种工具。因此呢，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这本书同样也是用这种形式来讲述的。书中八个章节的标题分别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约书亚、大审判、路德记。所以你看，珍妮特的人生轨迹早已在冥冥之中就有了预兆。但是这种早熟的宗教智慧却让珍妮特在小学里显得格格不入。比如在手工课上，其他的同学们都做出了一些可爱童真的小玩意儿，唯有珍妮特喜欢在上面写一些严肃的经文，画一些圣经里面提到过的可怕的动物。他还会跟同学讲述魔鬼和地狱有多么的恐怖，害得好几个小孩子晚上都做了噩梦。后来很多同学和老师就开始刻意的排挤和打压珍妮特了。可以说珍妮特在学校没有获得预期和奖励，但是他仍然无比相信他自己的感觉。而在这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家庭的束缚同时也可以构成一个人强烈个性的来源。好，那么到这里我们已经分析了珍妮特童年时的基本处境，接下来要讲述的就是一个人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当中到底会伴随着怎样的变化，而我们又应该如何去感知到自己内心的感觉，并且把它转化成一种根本的动力呢？对于珍妮特而言，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你需要在内心构建起你自己的故事和你自己的世界。珍妮特生活中唯一一个懂得欣赏她的朋友是一位叫做艾尔西的老妇人，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艾尔西也是虔诚的教徒，但是她的性格很温暖和宽厚。她告诉珍妮特，故事能够帮助她理解世界，找到根本的秩序与平衡。珍妮特呢，于是就渐渐学会了创造故事，并且用自己的一套逻辑来解释世界和历史。初次遇到内心与现实的割裂之后，珍妮特就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四面体国王，他的每一面都能够看到事物，所以在他的皇宫里各个侧面都需要同时进行精彩的表演。有一天呢，皇宫里面来了一个旋转马戏团，里面有很多侏儒演员，侏儒们会同时表演悲剧和喜剧，而这个国王呢，就要绕着舞台走，同时欣赏这些悲剧和喜剧。而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四面体国王走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明白了一个无价真理，那就是悲喜交替，没有终点。在这个故事里面，珍妮特为自己的困惑也找到了解释。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同时具有不同的面向的，悲喜交替的变化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表演。那么就这样，珍妮特每当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些困惑的时候，她就会为自己编一个故事。随着年龄的渐渐长大，她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她感受到的矛盾也越来越多。她开始在殡仪馆打工，主要的任务呢是给死人化妆。他对死亡和生活的理解就越来越深刻，逐渐他也开始怀疑宗教所灌输的一些道理了。牧师在布道时说，完美是一种神性的状态，人在堕落之前就是完美的，
而对于人来说，只有通过忏悔，在来世才能够得到完美。但是珍妮特是难以接受这个观点的，因为她觉得对完美的追求其实是对平衡和对和谐的追求，需要控制的是力和反作用力的平衡。所以我们会发现，珍妮特得到的感悟都完全不是我们所习以为常的那些人生感悟，而是对世界和内心秩序的一种反思。对自我的理解永远需要伴随着对世界的重新认识，也就是你不再相信从小被灌输的那些根深蒂固的道理，转而呢，是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脑子去看待周遭。这时候，一切就都会开始天翻地覆，重新组合了。那么，除了重建自己的世界观，发现自我的道路，还需要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爱永远只可能产生于自我和他人之间。当珍妮特接近成年的时候，她开始逐渐思考情感的问题了。她发现小镇上很多女人的处境都很荒诞。有一次，她在街上和一个女人聊天，那个女人说自己嫁给了一头猪。珍妮特就问她为什么要嫁给猪，这个女人的回答是这样的：等你发现他是头猪，一切都太晚了。珍妮特就开始思考，莫非整个地球上的女人们都嫁给了野兽，却完全不自知吗？她也意识到，传统生活中的女性完全没有意识去开发属于自身的力量，她们总是依附于家庭和教会，却对日常生活视而不见。就像她的养母温德森太太对自己和皮埃尔那段感情的态度一样，他们以为这样会更加安全，但是最后的结局无非是和自己的丈夫形同陌路，却又一定要躺在一张床上，然后恨恨地祈祷来生能够获得幸福。这些女人好像不会好好思索过去的伤痛，却往往把那些经历当作教训转移到下一代人的身上，让下一代人也无法找到自我。而他们引以为自豪的经验，常常只是榨干了自己和身边人的情感而已。那么正当珍妮特感到困惑的时候，她在市场上意外遇到了一个卖鱼的女孩，名字叫梅兰妮。珍妮特很喜欢这个女孩，邀请她来自己所在的教会做客，自己也去梅兰妮家里玩，两个人一起聆听布道，阅读圣经，并感谢上帝让他们彼此相遇。小说里是这样写珍妮特和梅兰妮在一起时的感受的：他久久地抚摸我的头发，然后我们拥抱在一起，那感觉就像是在水里沉溺。我有点害怕了，但又控制不住自己，胃里好像有东西在蠕动，我的身体里有一只大章鱼。那这时的珍妮特呢，仍然把遇见美兰妮当成上帝的恩赐，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触犯了基督教的禁忌。但是珍妮特已经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内心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她将这种变化称之为不确定感。而在这之前，她一直都觉得只有异教徒才会有这种感觉，这是他生命中第二次产生这种感觉。上一次是发生在童年，当珍妮特听见他的亲生母亲来到了家里，而养母温德森太太把他赶了出去。珍妮特跑出来质问的时候，温德森太太打了他一巴掌。那么如果说那一次是珍妮特对于自己身份感的一种不确定，而这一次呢，就是他对自己情感的不确定，好像一切都开始失控，开始变化。小说里面写了一段场景，虽然完全没有写珍妮特的内心活动，但是我们却能够在其中感受到这两次的不确定对于珍妮特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一段写的就是珍妮特在亲生母亲离去后，一个人跑到山顶上所看到的景象。我来读一下。
当我再次放眼眺望这个小镇，一切都没有改变，渺小的人影起起伏伏，工厂的烟囱一如往常喷出烟雾，仿佛无言的信号。艾里森廉租房区里市集竟然就要开张了，这怎么可能？我宁可凝望一轮崭新的冰河季，也不愿目睹这些司空见惯的场面。那么从这段描写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往最常见的事物，此刻在珍妮特的眼中变得不可思议，难以忍受了。他渴望开始全新的生活。那么故事讲述到这里，我们已经明白，重建自我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全新的世界观，以及投入到新的关系和爱之中，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带来彻底的改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是，发现自我的过程中，如果与外界发生了冲突，我们会面临怎样的痛苦？让我们继续跟着珍妮特来体验吧。终于，珍妮特把自己内心的困惑，包括对梅兰妮的喜爱，告诉给了温特森太太。温特森太太先是沉默以对，转而就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了牧师。那么从这里开始，一切就都失控了。第二天在教室，牧师指着珍妮特和梅兰妮说，这些上帝的孩子已经堕入淫欲邪恶之所，听啊，撒旦的声音，最好的竟变成了最坏的。于是这两个女孩子就成为了众矢之的。梅兰妮被吓坏了，当场就开始忏悔赎罪。第二天，珍妮特被关在了家里，母亲请来了牧师和许多教友来为她祷告。温特森太太不让她离家半步，也不让她吃饭，说只有这样才能够赶走她身上的魔鬼。珍妮特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震慑住了，但是他的内心却有着一种强大的声音在说，如果我让他们驱除我的魔鬼，我就必须放弃自己找到的一切。那实际上呢，这种感觉也根本不是什么魔鬼，它只是珍妮特真正的自我在萌芽，在生长。因为这件事，害怕的梅兰妮和珍妮特断绝了联系。牧师对珍妮特说，上帝宽恕了你，既往不咎。而温特森太太则是把珍妮特所有的私人信件和日记本都烧掉了。在这件事情之后，身边的人当成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照旧。但是珍妮特已经意识到，有一堵墙已经坍塌了，一切都回不到过去了。她现在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做自己。后来他又爱上了一个新的女孩，叫凯蒂，这段关系也很快被发现了。温特森太太把家里的盘子砸了个粉碎，一个劲儿地辱骂珍妮特。这一次珍妮特也被教会彻底孤立了，教堂给出的回复是这样的，他们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不该放任女性在教会里掌握大权，不该由女人来组织布道，那是男人的职责，而珍妮特犯下的罪行根本在于篡夺了男性世界的权利。这一次珍妮特感到一种彻彻底底的愤怒，性取向的问题就上升成为一种对女性性别的羞辱。而温特森太太居然在一旁附和认同这种说法，她还羞辱了自己的女儿。小说里是这样写珍妮特此时的内心活动的，现在我明白了，罪该归咎何处。如果真有精神出轨、灵魂私通之罪，我母亲就是个娼妇。那么就这样，到此为止，珍妮特就被所有人孤立了。她唯一的安慰就是那位曾经给过她许多鼓励的埃尔西太太。他们两个人像以前那样肩并肩坐在火炉前，没有聊这件事情，也没有讨论任何对错是非。埃尔西太太只是陪在了珍妮特的身边，给了她最需要的一段与朋友相处的普通时光。然后珍妮特就做出了一个她其实早已做下了的决定，
退出教会，离家出走，独立生活。他到之前帮忙过的殡仪馆去工作，还会推着小车去卖冰淇淋。之后他又去了精神病院工作，然后又考上了牛津大学，从此开始了崭新的人生。故事的最后，珍妮特漂泊多年以后回到家乡探望，他发现母亲仍然像过去一样忙碌着教会的事情，昔日的邻居仍旧是庸庸碌碌毫无变化的在生活，而给予过他许多帮助的埃尔西太太早已经去世了。珍妮特又无意间遇到了初恋梅兰妮，梅兰妮已经变成了一个麻木迟钝的妇人。珍妮特看着他，无法想象自己怎么会曾经爱上过这样一个人。他甚至想要冲上前去脱光自己的衣服，对着他大声地喊：还记得这个身体吗？故事的结尾处，珍妮特登到了小镇的山顶上，想象着一场动人心魄的步道。他说：我渴望有人爆裂地爱我，至死不渝，明白爱和死一样强大，并永远站在我身边。我渴望有人毁灭我，并被我毁灭。世间的情爱何其多，有人可以虚掷一生共同生活，却不知道彼此的姓名。命名是艰难而耗时的大事，要一语中地并抑郁力量，否则在狂野的夜晚，谁能把你唤回家？只有知道你名字的人才能。在这里呢，一向节制的温特森终于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他对成长、对自我、对爱的渴求和向往。成长就是这样，意味着背叛和醒悟，也意味着痛苦和热烈。总有一天你会意识到，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我们永远有别的可能，永远有别的世界在等待着我们。那么别的可能，别的世界又究竟是什么呢？温特森在52岁的时候写了一本自传，在其中他袒露了自己多年的成长历程，岁月带给了他更多的人生智慧。我们将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与大家分享温特森的智慧和人生。